这下可以看见，这下有了啊！按着点儿。对呀。妈舅，我就是卖儿卖女，这银子我一定还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驷马难追。施主，施主，出大事了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个天生，你下次也把我给买了呀！ 先生，谢谢嫂子。快把药喝了吧。 没见到你，你去哪儿了？去书院念书了。念书？嗯。我要回家了，走吧。把这个拿上。明天去镇上抓些药回来。好。娘，她没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调养几天就好了。看着点儿。马姐，不来了，沈兄。马姐，人都到齐了。是啊，请吧。行。 坐坐，请。谢谢，谢谢啊！打，哎呀，沈兄啊，你手气不太好啊！再来啊！你还有银子吗？ 马姐，啊，马姐，我又借，上次借的还没还清呢，借容易还难。马姐，你放心，1个月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，马姐，我就是卖儿卖女。 这银子我一定还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驷马难追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咋的了？整整1夜，天都亮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几个朋友，还撒谎？你是不是又去赌了？谁说？没有。你不是答应过我以后不赌了吗？你是不是偷了我的首饰拿去当？ 那可是以后蒙儒的学费啊！哎呀，我是那种敢偷偷摸摸勾当的人嘛！岂有此理！先生，您的身体好了吗？我应该谢谢你的。 先生，您去学院读过书吗？读过。那好玩吗？我在这里打扰了多日，多谢嫂子照料。先生是哪里人？怎么会受伤呢？嫂子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本不应该隐瞒，但是……先生有难言之隐，我便不再多问。我现在已经可以行动自如，我想就此告别。多谢嫂子。那先生保重。你是何人？我对这里路不熟，又口渴，打扰了，请留步。四海之内皆兄弟，一杯茶水而已，请。多谢。明月，来客人了。 一蓑一笠，一扁舟；一丈丝纶，一寸钩。这诗，这是王世贞的诗。先生也知道这首诗。实不相瞒，在下梅九辰，王世贞正是贾氏。 贾府生前曾提及王尚书，颇为推崇。贾府走后，便将这书院交给了我。先生学问渊博，系出名门，学院正缺少教博文的老师。先生可否留下？若是先生肯留下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 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；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；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；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知止而后有定；定而后能静，定而后能静。 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。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终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 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正其心者，先正其意。 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致知在格物，致知在格物。如儿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娘，梦如都去读书了，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去学院念书。你爹出去好几个月了，现在家里并不宽裕，等娘再攒些银两好吗？娘，你答应了？ 明月老师，他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，深爱书法和篆刻。如今长大了，也应该到学院来历练一下。如儿，快见过明月老师。如儿，以后要听明月老师的话，用功读书。早就听说你写的一手好字，我想看看。 还愣着做什么？快去！请用茶。嫂子，梅先生，明月姑娘，是梅先生啊。我在这里打扰了多时，来向姑娘请辞。 先生一路奔波，这杯茶就当是明月替先生饯行。好。这书法是？啊，这是一位邓氏母亲送孩子来书院读书。 那孩子是不是邓石如？先生也听过。邓石如的祖父和父亲书画造诣颇深，受其熏陶，虽然他家境贫寒，却也每日吟诗研墨，夜分墨尽，从不间断。小小年纪，竟有如此佳作，十分难得呀。 明月姑娘，我愿意留在书院。邓石如是新同学，希望大家能够友爱互助。是。你知道吗？听说邓石如的爹与祖父都是我们学习《大学》中的一篇。所谓修身，在正其心。 身有所愤志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好乐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 食而不知其味，此谓修身，在正其心。所谓的修身，就是要修正自己的心智。若心中有了怨恨，便得不到中正之心；有所恐惧，有所喜好，有所忧患，皆得不到中正。 不过你怎么睡啊？你怎么了？娘不凡抢走了他的东西，还把他推倒。你看，这都受伤了。娘不凡，你这也太过分了吧！邓石，我警告你，走吧，你以后再多管闲事，小心我揍你！你，梁不凡，你个流氓！我流氓？他爹不仅是个流氓。 还是个赌棍，欠我们家钱2年没还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，杨不凡，说你是不是又欺负同学了？我闹着玩的。闹着玩，都流鼻血了。算了吧，放开他。好，今日便放你一马。我们走。才去学，你就惹是生非，你太放肆了。我没有，娘。没有？那你为什么受伤？是有人欺负你吗？记住，在学院要尊敬师长，与同窗和睦相处。《论语》译者三有：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。意义，明白意思吗？和正直、诚实、学问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。起来吧。李叔，你在刻什么？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吧。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之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古时候，吴道子年幼家贫，外出谋生，途经河北定州，认识了一位老和尚，并拜其为师。老和尚想要画一幅江海奔腾图，可是怎么都画不好，于是就带吴道子一起出游，查看中华大地的江河湖海。一眨眼，3年过去了，吴道子的画技大有长进。但回寺的第2天，老和尚竟然病倒了。吴道子说：“我愿意替师父画这幅《江海奔腾图》壁画。”老和尚见年纪尚轻的吴道子竟有如此的志气，于是就答应了。自此以后，吴道子足足9个月没有迈出殿堂半步，直到深秋，吴道子才把这幅图画完。他对师父说：“师傅，我已把《江海奔腾图》画出来了。”老和尚听后，病竟然全好了。老和尚站在殿外，看着扑面而来的浪花，仰天大笑，高兴地对吴道子说：“你的《江海奔腾图》终于成功了。”多年后，吴道子被尊为画圣。看来我又要输了。你还有3步。算了，每次都是我输。有意思。走吧。珍姐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何又不去红楼学院读书了？我想去，还去不了。没意思。珍姐。你看，你是谁？你又是谁？这位是马公子。你去哪读书？前面的博爱书院。这位是县令师爷的马公子。我自走我路，与师爷何干？你知道吗？这座山的1半都是马家的。你吃的果子，摘自这山中。你们不问便取，是贼。小心我告了官府，打你个板子！胡说！你敢？你别吓着他。你们又是谁？好小子！白衣深陷污泥中，为小畜生怎敢无礼？两元节目深山里，看瘦猴子如何对峙。读书里许多正经，何必问老子？羔羊卖骨这些杂种，哪些是先生？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；树不要皮，必死无疑。你们到底是谁？家住龙山凤水间，邓石如。好，有种！后会无期。 爹，我要去博爱书院读书。什么？你要去博爱书院？是的，爹。你今天到这个书院，明天到那个书院，县城里的书院都给你挑完了。你整天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你究竟所为何事？我只是想找个学问好的老师。 博爱书院，我闻所未闻，怎见得有好老师？爹，我希望您能成全我。天下父母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成龙凤之才？谢谢爹。 这次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。报仇？我是来读书的。得了吧，我找机会再收拾他。中秋佳节将至，本省一年一度的书院精英大赛就要开始了。我院将会从各位同学中选出一名代表前去参赛。这次比赛的内容有问答、书法。 对联，还有武术，各位同学可要勤学苦练，积极备战。好，好。 是。大家看我做。 一。博爱书院精英大赛第一场，问答题可以抢答，结果以答对的数量计总分。第一题，宋代大家欧阳修名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，这其中的山指的是哪座山？醉翁亭所在的狼牙山。 第二题，被称为文圣、武圣、诗圣、画圣、茶圣、医圣与药圣的人分别是谁？文圣孔子，药圣李时珍，武圣王银蝉，诗圣杜甫，画圣吴道子，医圣张仲景，茶圣陆羽。第三题。 落霞与孤鹜齐飞，下一句是什么？出自何人之手？出自何人之手？出自。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出自唐朝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。本场得胜者马伟。 第二场对联，上联平湖湖水水平湖，我对无锡西山山无锡，山呼海啸，明朝岂会无风？月朗星稀，今夜总能有雨。 沧海日，赤城峡，峨眉雪，巫峡云，洞庭月，彭里烟，潇湘雨，武夷峰，庐山瀑布，和宇宙奇观，会吾斋壁。少林诗、摩诘画、左传文、马迁史、薛涛迁、右军帖、南华经、相如赋、屈子离骚、收古今绝义、致我山川。本场得胜者邓石如。 第三场书法，书法比赛。今晚每人回去之后，精心创作一幅书法作品，明日交到书院集体进行评分，之后再宣布比赛结果。今天比赛结束，明天进行武术比赛。邓石如这一幅，比例深雄。 体式大度，用笔灵活而富于变化。好，是啊，骨力坚韧，力透纸背。今天的武术比赛从男同学中选取，对手由抽签决定。 邓石如对马伟，公子，来人！梅先生，梅先生，有官兵闯了进来，他们说邓淑旭伤害马公子，又来抓他。我去看看，你找人给邓家送信，叫他躲起来。好。 人怎么不见了？走，进去看看。二位官爷，邓叔呢？孩子们还小，还请宽恕。宽恕？我们功名在身，也让我们宽恕。今天叫不出人来，谁都别想走。送。我是他先生，此事由我一人承担。你？ 那好，那就先把他带走，请吧。梅先生，梅先生，芈月，你不用担心。哦，混账！ 我要的是打伤我儿子的人，老爷。可是邓叔叔他不在书院。你，我觉得此事应有余地。余地。当年邓家从湘西迁到此处，家门外有棵大树，树上有对乌鸦筑巢。 邓家人本来觉得乌鸦是不祥之鸟，本欲除之，刚好算命先生从此地路过，他说乌鸦在别处是不祥之兆，可是啊，对于邓家而言却是祥运之鸟，必能庇佑子孙。哦，还有这等事儿。 邓家人听闻之后，便打消了捣毁鸟巢的念头。谁知道没过多久，一群孩子在树下玩耍，还打伤了公乌鸦。邓家人听到屋外喧闹，立即出门制止。虽然保住了鸟巢，但那公乌鸦受此一惊，便冲天而去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后来那位算命先生又回到此处。 便说，邓家从此南出武将，只出文官。你的意思是，如若邓家出了大官，比老爷还高，岂不是不妙？你如此肯定邓家日后必有人物，因为那位算命先生与我祖上曾有深交。爹，你怎么不好好休息啊？ 爹不必担心，我并没带。快休息啊！是，快休息。叫他们赔些银两，小惩大戒也就是了。等到公子身体痊愈，再放人也不迟。娘，我回来。 娘，娘，娘，你怎么了？有一点不舒服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的。我在山上砍柴时打了一只野兔。 好喝吗，娘？这是爹最喜欢的一幅画。 你爹常说，人以丹青易泯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明天拿去把它卖了吧。梅先生受此劫难，也是为了你。娘，我知道，为了筹钱，家里积蓄已经用的差不多了。我以后不去书院读书了。我得罪了马师爷家。 只怕再回书院也会给他们带来麻烦。如儿，只要你肯用功，在哪里读书都一样可以成才。呀哟，沈兄，马爷。这哟，人都到齐了啊！齐了，齐了，里面请吧。请啊！哎呀，请。施主。 师叔，出大事了！是不是梅先生回来了？梅先生是回来了，但是你不知道，沈梦如他老爹把梦如给卖了。怎么还有这样的事？梦如他爹赌钱，欠人别家很多钱，要把梦如拿去卖，卖给别人家当丫鬟，这该怎么办啊？走。更穷，哎，这30两银子可怎么还啊？我不能看到梦如身处火海不救。可是，万一……没有可是，没有万一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们仗势欺人，太无耻了！你说的是孟如，这是他们的事，并不知内情。你和你爹是一路货色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不许你侮辱我爹！别的我不知道，我只听说孟如他爹自己要把女儿抵押赌债，天下哪有这样的父亲？我只问你，孟如在哪？ 梦如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。是不是还清你们30两就可以放人？没错，给了银子我就放人，否则她就是马府的丫鬟。马尾，看在同窗的份上，求你先放了她，银子以后我会还的。我已经带你见了梦如，你再不走，等我爹回来，你们就走不了了。 不如，我一定要拿银子回来赎你。走，爹。是你伤了我的儿子。那是无心之失。你想要多少银子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你是怎么伤我儿子的？我儿子便怎么还给你。 否则，熟人之事，万万不可能。好，我还你。是哟，爹。动手！这马尾也太狠了！看这个，我下楼行了。你还疼吗？到这里坐会儿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天无绝人之路。还疼吗？好多了。 不对，银子卖了，1文钱1个。好，拿2个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，慢走。卖饼喽，卖饼喽，卖饼喽。 卖饼喽！到现在为止，只存了这么点，这该多少年才能赎回梦如啊？肖兄弟，您这个东西啊，不值钱，顶多50文钱。行。没洗手。这至少价值2两，如果你不要，我们换别家。哎，回来！ 唉，没想到他竟然如此，我真是自愧不如啊！公主，你怎么这么说？我听说邓石如常去字画店卖字画，你去告诉那家字画店的老板，以后只要是邓石如的东西，他买来，我会付他双倍的价钱。要是他敢私吞的话，我拆了他的店。是，公主，走。 这是我和明月老师的一点银两，拿着吧。先生，这些银两就真的能赎回梦如吗？这也是我担心的地方，还是我们一起去吧。石如，梅先生。梦如，你娘在家等你呢，我送你回家。 走吧。往年的胡宗藻一案，你是否有印象？是内阁学士。对，他的一把心肠论浊清，天妃开清太，斯文预备瞒的句子，被皇上指为诋毁大清。结果胡宗藻和他的族人被杀，罪及尸有。这案子是往年的事了，为何又提起？胡宗藻一案牵涉甚广。 我今天想了很久，来接走沈梦如的人，我怀疑是此案的涉案者。据我所知，明宪曾追捕过此人。如果我要是在本县能够抓住此人，定是大功一件。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。能够认识梅先生，是芈月的荣幸。我连累你了。你不要这么说。此去无多路。 你等等，天就要亮了。 先生，多保重。没就成，你只要供出其他党羽的下落，我可以从轻处置。马师爷，为了一首诗而大动干戈，真是笑话。没就成，快说出其他党羽的下落。 再不说，我就杀死你！爹，爹，我求你放了他吧！是不是你通风报信？你这个逆子，竟然背叛我！来人，把带下去！哎。 爹，如果你今天不放人，你就再也别想见到我了。喂，爹，我说到做到。你把刀放下，啊！爹，请先放人。我会请先生从此隐姓埋名，远走高飞。快起来！希望你们不要畏惧坎坷。华夏文化博大精深，希望你们刻苦钻研，弘扬光大我华夏文化。我走了。 发愤图强做栋梁。